这个做不了你了，好不好？奖赏之一来。等一下，先讲一段告白。先告白，告白，告白，先告白。你好辣、啊。来，你好辣，来跟辣妹好好的抹一下哈。一下，一下。不错不错，下一位谁要抹？小杰。他轮到嘛？对。一定要的。等一下，先对辣妹讲一句话。其实你是善良的。什么话？好了，来喽。耶、有有有。好，来下一位，敖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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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他一起爱的五连拍。要。四个一起。就是你比大牙还要正。选，要不然来个五连拍算了，两个抱抱爱的五连拍，亲一下，亲一下，还是亲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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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呦，比较干脆，比较干脆。好，来，嘴对嘴哦，嘴对嘴，嘴对嘴，嘴对嘴，这个是个游戏，嘴蛮游戏。没有啊，你们要问女生愿不愿意啊？你愿意被亲吗？没关系。害羞，害羞，害羞，害羞就是愿意了。亲鼻子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吼，好好。我亲他吗？皮肤，那当然了，不然的。好，来哦。啊，好深情啊！不错，好，还有一个嘞，还有小玉，小玉，小玉。躲什么躲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就来一个爱的五连拍，来干脆一点啊！我想磨鼻子。你想要磨鼻子？尽量抱。那五连拍最后一个就磨鼻子。对啊，好，五连拍，来这边。我抱他好了。好。啊。好，来咯。OK 吗？平常有健身然后有好。加油！来一。加油！救命！击败了 Circus 队了，而这名棒棒糖男孩每个都是勇气十足啊，但是男孩们似乎意犹未尽，于是我们将沿用玩野蛮游戏的精神进行一项棒棒糖趣味竞赛，大家加油喽！棒棒糖野蛮游戏，刚刚这玩的过不过瘾啊？过瘾！那你们觉得还要不要再来挑战一下？有些人意犹未尽，我们现在就来一个趣味竞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丫头跟鬼鬼一人选两个人下来，然后我们总共选五个，我先点一个，然后你们一人选两个，然后我选秋帅好了。好，来，你们两个一人选两个。那我选尾鱼跟毛弟。哎呦，尾鱼毛弟，鬼鬼呢？小腹跟面线。小腹跟面线。好，来，请初恋站在这边。讲一下这游戏规则，这条游戏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天上掉下来礼物游戏规则说明，一个人站在前方头顶的铁盆，轮流接受大家拿不确定武器敲打头顶，猜对谁攻击即可成功哦。还不啊，真的吼。好啦，那有没有信心啊？不想喝鸡睾丸汁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鸡睾丸汁啊，对女生来讲没差啊。我们觉得反正就是一个东西打成汁吧，但男生他们会有别的联想。晚上不能睡觉，真的吼，睡不着。好啦，那谁要那个？我看啊，只有你一个穿紫色，好，那你来，你坐在这边。麻利加油！可以了吼，好。怎么样？现在心情 OK 吗？来，先坐下哈。怎么样？你平常算不算是一个反应还蛮机灵的？我有信心。OK， 都是这样。好了，我帮你拿哈。可以开始挑武器了。好，来，大家挑武器。妹妹们也可以拿哦，看你们要拿什么哈。大头杀。不能偷看。不能偷看。你要转过来。好好好，给你们拿一个哈。
好了，毛弟，你有信心吗？可以猜出来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好了，加油了哈、哦！来决定一下，哪一位要吃？等一下，哪一位？哪一位？先举手。举手。举手。哦，好，就是他了。好了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杯杯。算吗？这样算吗？是谁？尾鱼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尾鱼哈，尾鱼哈，尾鱼哈，破坏了，尾鱼哈。好啦，那没办法，就你喝了，好不好？吼、哦，没有尾鱼，尾鱼喝了，因为他把道具都破坏掉。我的尾鱼太夸张了，吸便器跟你有仇吗？还好你不是拿狼头，不然岂不是闹出人命来了？你下一位。小富好了，小富，小富彩哈，来，请选道具，把它盖好哈，不能偷看哦，偷看、啊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猜拳决定是谁，一杯杯 ，Go， 好，就是你啦，来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一杯杯 ，Go。我保证你是猜不出了，我看一下，好好好，你好好的看一下，拿出来，家伙拿出来，哦，你那个罗赖板会不会太大只？哦，天哪，谁是谁？我们看刚刚，哇，灵犬哎，我有答案了，有，好，来哦，面线。救不了你。是谁？鸡爪男，鸡爪男。鸡爪可以打任大师。啊，等一下，存着一起同一处啊。下一位，尾鱼，尾鱼换你了哈。来坐好，锅盖盖好。好来哦。怎么样？现在还好吗？啊，我好紧张。好啦，来选好你们的武器。好烂哦，你那个！救命啊，好恐怖！天哪！好，猜拳了，一杯杯，猜，好，就是他了。好了，举手是谁？举手，等一下，先举手。好 ，OK，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一杯杯 ，Go。照这痕迹来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太可怕了。这个简直是不可能，好不好？这个断掉的香肠更不可能。这只太软，没有杀伤力。就是你啊，那么大一只。对啊，很不一定哦。哎呦。可是你刚刚打就有这个啊，真的。就有那個、好了，我一定答对了。淘汰了耶！淘汰了姐。哦，你还挺聪明的嘛，你用淘汰法。下一位是谁？面线是不是？好，来面线盖好。面线，你现在看到这痕迹是不是很害怕？对啊，我们还有流星锤啊，一些其他的东西。好了，来，先决定好是谁。猜拳呢？好，就是你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一杯杯 ，Go。哎，这个在家里不要乱模仿哦，在家里不准模仿。来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你这锅盖。天哪！我真的觉得这锅盖很可怜。真的是哇！而且有打到我的头，有啊，有撞到头，真的有。是谁？你觉得谁会这么狠？谁敢这么狠，这样直接给你撬下去？